我当不了女强人。我们家夏风也不太喜欢强势的女人。女强人怎么不能当了？你为了夏风跟你爸对着干，你已经具备女强人的素质了。我没有二心，我就是多了一点点事业心而已。女人要什么事业啊？你的工作，你的事业就是家庭。那是他们，我不一样。我觉得我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并且在上面取得成绩。对呀，我是变了呀，而且我就算变了，我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有背叛过你。背叛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，我韩青可能有很多缺点，我也没有什么能耐，但是我很爱你。